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太极天龙，万圣之主不过七霄地界仙果，慈悲名师，护我七上帝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，我们的宗教修行法门，我们是行者，就是菩萨，就是贤士的啦。啊，我30年的岁月，从学道、修道、悟道、行道、正道，结果发现世界上天给我们肯定，上天给我们肯定，就用世界最有权威性、最公正的团体——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的基金会、世界和平奖的基金会，给我们一个肯定，提名又入围了，证明王禅老祖传的妙法是21世纪世界和平的灯塔。啊，这一切的所一切的走过来30年的岁月，所花了用的钱，也都是各界一毛钱省吃俭用，一块钱省吃俭用，一起共同布施，我把它完成，向老祖宗交代，向天交代，证明维新圣教的妙法。王禅老祖传的妙法是世界和平的灯塔，真实不虚嘛。所以这个都是造就福德的啊，这都是造就福德一年。造就福德一年呢，再接下来要修慧，要大家修慧。修智慧，修智慧，生命才会永恒。啊，那么看破万般，各位，你要怎么看破？你不学易经，看不破啦；你不修道，看不破啦。只是逃避而已呀。逃避并不能解决你的烦恼。啊，那练得一身纯良，一身纯良，纯良就是我们的没有烦恼啊，心安就纯良啊。那么不杂语音，你还有跨爱有烦恼，就是音；还有恨怨不满，就是音。啊，那自起则破。你们要修智慧，各位同修，你们要修智慧，你的灵魂绝对不清净啦，你放心啦。你不知一切法，所以我要各位你们诵经，一面一经风水，防患于未然。学易经，用风水是一时而已哦，但是你一时的成功心安，一辈子你就不会坠下去。你要保持一辈子的福德，一定要修行，要诵经，要念经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一直鼓励我们贤士同学要诵经，要诵经，要诵经的道理。
诵经念经，你念的经，经是句真言，句句真言，字字金刚，哦，所以都是净土，字字都是金银琉璃珠宝，句句都是金条。若是你没有修行，啊，满天钻金条，杀了不半条，就没有了嘛。所以要实实在在去诵经、念经，事业做好了，不会拖累别人了，不会伤害他人了，那你就有心，心安的境界就存粮嘛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修了存粮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就是存粮啦。所以有很多人去拜存粮祖师吕洞宾，让存粮祖师嘞，哎呦，有的念头错了，哎呀，让着我们存粮祖师吕洞宾，从目又目干嘞，你们都想念存粮，想要回生。我告诉各位，不是这个意思啦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存粮祖师。结果画好了，在那边跳着修，怎么？哎呦，胡说八道！处理三点半，刚跳票，拖累一大堆了，你还在那边跳，念着什么李宗斌的什么心法、会话，很多这样修法，我不希望我们同学这样修法。啊，你都在那边跳跳跳哦，哎呀，很可怜。后面三点半，公司票也在跳了，你还能是存粮吗？那也存阴了啦。所以，诸恶魔都众善奉行，只有学一经，学一经，学一经，不该做的不要做，该做的你就做，你不该为不要为。该为了去做，做到问心无愧，就是存粮了啦。那你怎么知道说明天这个事情能不能做？你没有学一经，绝对做不了。你放心好了，你去问通灵的，我告诉你，被通的那一位啊，先生、师兄啊、朋友呢，他比你还糟糕呢，你还去问他？自己心不问，你要哪往哪里问呐、啊？自己不问了、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开示嘛，求人不如求己啊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，那一颗心慧命，修智慧的生命，修智慧，大家学一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大家学一经，哦，公事扣事无其心，大家学一经，做出工作可顺心嘛，大家学一经。修行道上可见性，大家学一经，家庭圆满的一条心，就是修慧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学一经法门，王禅老祖开辟一片净土，所以王禅老祖的法门是学一经啦。啊，大家学一经八句真言，阿弥陀佛成就的净土。四十八大愿呐、啊，啊，王禅老祖的净土，就唯心净土，就是大家学一经八句真言，前对离正顺坎梗坤，啊，这个八字真言，啊，八句真言，你懂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很快乐。所以这一生我们走一趟了，要走回家的路，一定要拿着这八盏灯，作为你的人生的一盏灯，你才能看破万般，不然告诉你看不破啦。所以我传了八八六十四卦、七十二天师真言，哦。你知道自己的命，
就好了啦。命中若有自然留，命中若无莫强求嘛。啊，你不是当老板的，你就当公司员工，好好做。公司给你这么多的资金、财力，你把它转好，也是你的事业，也是你这一生的功德嘛。那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希望各位贤士同学们，大家要注意啊。哦啊，妙法难闻呐！啊，就在当下，王禅老祖所传的唯心圣教，啊，《易经大学》里面，啊，那么你要看破万般，啊，你要练得一身的纯良，就学易经，啊，那不杂与因，烦恼的因。啊，那么自其则破，烦恼就则破。你要学易经才能把你的魂魄烦恼才能解除。啊，那念乎清魂，清魂很重要了，心安很重要了哈。啊，则饮食睡觉难眠呐，人也要睡觉。睡觉能心安的睡觉最不简单呢，睡觉不简单，就拍困了下了，明天烦恼多，嘿嘿，我现在一样哦，也有很多烦恼了。老祖每次上班都要主持上班呐，啊，主持来上班就来交代了。哦，那好了，完了我就起来了，跟老祖说，哎，明天要做什么，吃什么要怎么样，比如说。我们十五号，各位的文书赶快交回来，护摩棒还没交回来，赶快交回来。农历十月十五号开始要画文书，还有画各位祈祷的灵山宝塔的护摩棒。啊，你要画这个，要有法仪啊。画过之后，十七号法会圆满了。啊，奉送祖灵，然后把这文书护摩棒各位祈福的万灵归心，追根溯源回归带到啊八卦天津妙莲台八卦圣城唯心圣教的总坛。哎，所以有时候我睡不着，老祖就开始好了上班了。我的最怕王禅老祖来上班呐，但是。主持来上班，很多妙法老祖都传了，好高兴哦！不然想一想，三十年了，充三块钱，空中妙游，啊，世界上传易经的那么多，啊，他有他的天命，老祖的天命和慈悲，那么我就谨遵老祖所传了，不违背我本来的誓愿。啊，不为誓言，啊，将世界和平的灯塔树立起来，带领到我们唯心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、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，还有我们同修一起来建设、树立世界和平灯塔，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当下。世界和平灯塔树立起来了，啊，未来千秋万世到无量劫以后，这个妙法，王禅老祖就是我们世界和平的灯塔，啊，大家都是工程师，那世界和平不是有望吗？家家户户就有望嘛，所以大家学易经也给你，一定要学好，不要学那些。杂里杂八的，哦，啊，你不打的，跳跳跳！我告诉你，跳不出名堂了。若是能跳出名堂，请你跳出一时世界和平灯塔，给大家看，来照普照人世间。所以，龙天护法保苍生，化解干戈习战争，意愿人心相疼爱，重启世界永和平，就在于唯心圣教，世界和平灯塔。啊，易经风水儒术道，百家思想融为一炉，安尼尔啦。不过讲起来是简单。
写不简单啦、啊，要有那颗心，要悟哈、哦。好来，人子睡眠难眠呐、啊，而受官之患呐、啊，岂能戒定啊？受官，受官不是男女的受官而已呀、啊，受眼耳鼻舌身，受。啊、受就是看得到的东西都会受。你看到，哎呀，这个钻石，好大的钻石，啊，做太太的，哎呀，去看人家吃饭都是这样点菜，因为有一颗 一斤重的钻石嘛，哎呀，他家有，我家怎么老公怎么没有这个？哎呦，奇怪。那个阿公那穿西米露啦，是安那我的阿公那都砍地锅啦，对不对？这受官呐、啊，哦，万谈万谈，人家盖了哇，高楼大厦啦，住了那么美啦，我都住了超了啊啦，哎呀啦，住了怎么样？就受官嘛，哎呀，他讲话声音好好听哦。哎呦，我老公讲话声音要粗鲁啊！哎呦，我这个太太讲话声音很柔啦，哦，我老婆啊讲话很粗，你赶过来，赶死过来，怎么会这样？这都受官了，听得到的声音都受官了，啊，他批评我，哎，说我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怎么，哎呦，我受官，你关起来。已经进去了啦，怎么办？受官了，行，听得到了也叫受官，啊，人家批评我了也是受官，啊，说我好话了，哇，你这大家呢，摇头摆，摇头了摆尾，哇，这万一忘了前面有一个坑，把我给跳下去了，埋在水沟里面，淹死了也有啊，那是受官呢。所以受官不是男女之色而已啦，不是这个啦，你把这个看得太狭隘了，不是真正修行的。哎呦，曾经有一个禅呐、啊，两位是一个师父跟师兄，啊要过河啊，啊有一个女子在那过不了河，啊两位师兄师父呢，啊就把他背起来。过河，啊，过了很长的时间呢。他这个徒弟呢，你说师父怎么那么受官呢？女受怎么出家修行人？后来才问了师父，你怎么一过河你换戒？师父什么换戒？我都忘了，你还记得清清楚楚啊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臭皮囊！死掉了都一样，你去黑鸟洲，火葬场，卡碎耶，也一样。哦，你到灵骨塔里面，啊、哦，到相片贴了，很漂亮的，很帅的都有，还是灵骨一堆嘛。啊、人人有过灵骨塔，灵骨塔下好修行啊。灵骨塔在哪里？肚子里面呐、啊。哦，所以过也受欢。不要说一般说行为呀，你狭隘的受，鼻子也是受官，哎呦，这鼻子闻起来要排米，他说哎呀好好吃哦，有人说茴香啊啦，啊茴香啊好多同学都喜欢吃，但是我那茴香加了闻到一闻哦，我那天三餐都吃不下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茴香的味道嘛。各有不同嘛，有的喜欢吃很臭的啦，啊，这蛋然后啊，吃就炒炒炒的，都爱加啦。他的受官喜欢吃臭，我闻到那个就想吐一样。哦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受官不要看那么狭隘，舌头啊，刚才哦，我这桌上呢有一杯，那师姐。
泡芙啊什么的啦，啊什么的呢，喝下去哦，然后加啊很香，很香又干，这是寿官呢，哦干哦就干呗，啊这刚才人呢。换了后就连苍蝇他也下去洗澡，你看看到眼睛看啊，苍蝇下去洗澡，寿官眼睛看到了嘛，啊你就不敢吃了啦，啊嘴就啊不敢吃，给他闹晒，我看他到里面洗澡了，啊你看家人让他管呢，哦闹晒嘛的老多老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刚才在洗澡啊，我喝了很多啦，啊喝很多嘞。等一下会不会拉肚子吧，也是寿官嘛，哦身体也是寿官啊，身体的寿官呢，哎呀我现在这个法袍这个布很好嘞，穿着就舒服哎，还是寿官，哎呦就长哎，就起就长哎，也是寿官，穿得很舒服也是寿官哦、穿得不舒服马寿官，现在我这里穿了短短的到基隆去寒到这样啦、啊、绝对会感冒，感冒是谁感冒，也是寿官性啊，身体就是寿嘛，寿官回顾以前当兵的时候、哦、那在台北啦、哦、我穿了棉袄很厚的棉袄啊，飞机坐了到屏东，结果那里的司令穿短袖，啊，我们一群，啊，那时候我们是在义工队嘛，啊，那么一群人都穿了厚厚的棉袄，飞机坐了到屏东机场，一下飞机看到、哦、他们都穿短袖，我们穿了那么厚呢，不疼阿弟，不疼阿弟啦，那个是寿官，啊，眼耳鼻舌身，然后意念。意的是寿官的总根源，而意的总根源呢，意念，哎呀，看到好讨厌哦，一见就讨厌呐，再见更讨厌，若是在看到他呢，我一想把他踢掉，不要再看他，眼不见为净，那是意的寿官，哦，意，眼耳鼻舌身都从眼睛看到了嘛。啊，到意念啊，你听到了那么多不好听的话，你在脑海里面，哎，意，那么鼻子闻了不好了，也转了，舌头也不好了，也记在脑海，啊，身体感触的不好，就拐就拐，也是在意里面，在农历十月十五号，啊，炎帝庙落成，我们在去那边。消灾化劫，安顿中华三族第一次着陆之战的中华军魂的时候，宁夏师徒就管，现在想起来还要你管，那义啊，义的也是受官，那执着，执着，第七个是执着，执着。还有晃晃不掉，不想他也想他，也执着也是受官，进入心田，那里面有阴有阳，好坏围成一炉，那么你怎么样，那就受官好了，你不想他你还是想，那怎么学习怎么办，来者不拒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，有缘则度，有德则助，皆顺天理，事事如意。八宝心华，老祖的八宝心华，你时时挂在口，在脑海里面也是受观。所以我们来到世间，我们灵魂投胎到世间上来，你敢会记得？注意，处处是受观，不是男女的受观而已，而是一切有形无形。哦、那么你耳眼耳鼻舌身所感触到的都是受观，这是修行最大的障碍，那你怎么如何才能成就呢，学习放下，放下卡地卡地婆罗卡地婆罗僧卡地菩提萨婆诃，成就
无上的菩提八宝心华呀，祝福各位。